陈烨肯定很高兴，就是他能进 BU 这样的著名的大学去学习。但同时，作为一个妈妈，她是我唯一的孩子，我是万分不舍的，就是和家里面其他成员一样，肯定是特别的舍不得。觉得这是一个经历，就是我们到国外去要经历一次，对吧？就是，至于说那个，首先还是挺高兴的，这个是他一种理想的学校。